萨利格马波罗，沙宝马格纳勒，马里马里马萨鲁，用原住民的话来跟所有观众朋友问安。欢迎同一时间锁定我们频道，收看最好看的八点。怎么没听过？我是主持人阿洛，阿洛在八点的时候分享什么好讯息给大家呢？其实现在很多原乡呢正在推动很多的文化产业，以及很多的就是农特产品。当然现在会透过什么样的活动呢？会透过这个亲善大使的选拔活动，来选出呢可以帮助乡镇，甚至可以帮部落里面来推动一些这相关的文化跟农特产品的事物。那这个亲善大使呢，也代表了部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的象征，而且呢也透过这个亲善大使，他可以去让很多人认识自己的部落。今天我们八点呢要透过一个小时时间，带所有的观众朋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在原乡在推动的部落事务呢是怎么样透过亲善大使来推展的。首先我们来欢迎第一位野江花公主。布莱布莱蒙阿玛布加，大家好，我是来自恒春半岛的后花园牡丹乡的野江花公主少香君阿瑙马萨鲁，欢迎。紧接着来欢迎的是第二位，欢迎是山玉姑娘。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屏东县两个太阳春日乡的山玉姑娘，我叫林梦玲，谢谢，欢迎。紧接着我们要欢迎的是第三组，他们是两位，因为他们分别代表的是台东马嘎巴海的亲善勇士公主，欢迎。大家好，我们是台东市马卡巴海亲善公主与勇士，我是第五届勇士邱成浩。我是第五届马卡巴海亲善公主李义慧。巴基法伊萨利嘎嘎马布隆奈何，耶，欢迎。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个节目呢，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呢就是部落透过了这个亲善大使的选拔之后呢，部落派子变得不一样了，有不一样的方式，有不一样的代言人来去讲述、去诠释，甚至来发展部落的观光产业。一一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来自于乡镇的好朋友们。首先呢，我要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其实选拔真的是一个透过部落里面很多族人朋友们共同就是协力一起推举出来一个很适合代表自己部落的朋友，就会尽亲善大使的职责。对，亲善大使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会推销我的家乡，我从小生长，然后踩在那个土地上的那个家乡，让就是不认识从不认识我，然后到认识我，到认识我的家乡，我会就是一一要跟他讲述，一定会告诉他是我是台湾的最南端。说牡丹乡其实有美好的产业，是，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是，好，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游客，我就到了一个春日乡，我们除了看到两个太阳的春日，对不对？之外，就是假设那个就是莫兰，你会怎么样跟大家介绍那个就是春日？那介绍春日的话，如果你来的话，看你要玩什么。比如说你阿洛，阿洛姐姐，你今天来你要玩什么？我想要去看你们的好山好水的话，我要去哪里？好山好水没问题，就是呢，我们有最有名的叫做老七家石板屋部落，这是我们全台湾最有名的石板屋部落，我们有30几户都很完整，对，我们是石板屋，而且我们是世界的遗址的潜力点，对，世界遗址的潜力点。那如果我要吃呢？我想要吃美食。想要吃美食的话，我会建议你来吃我们的，因为我是山芋姑娘嘛，那我一定会介绍你吃我们的山芋所有的大餐，在我们的世文村。太棒了，就是你看这样介绍，我就觉得真的好好，就是吃喝玩乐，对不对？样样都有，而且节能减碳哦。你来到我们那个石板屋哦，你节能减碳，你看你还可以救地球，是不是？就是哎，好棒哦，一举数得。你这样子马上就是，你知道观光客就马上就知道，因为没有什么困难，就住的、吃的什么都完全有整套的方式，对不对？没错。好，因为每年的台东七八月的时候，响当当都是马嘎巴海，而且马嘎巴海办了好多年了，对。如果那今天我就是专程列车到台东了，对，勇士
就是你看到，就是那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游客来的时候，勇士们的责任是什么？来到台东参加马卡巴海活动，一定要学的口号及手势。好，是什么样的手势呢？双手举起来，这叫我在台东。我在台东。对，再来，把手放在胸口，放在胸口交叉。这叫马卡巴海。马卡巴海。再来比一个赞，耶耶。那可不可以问一下马卡巴海是什么意思呢？在阿美族的用语叫做最好的、最美的、最高尚的称呼语，叫做马卡巴海。最高尚的称呼。来到台东市呢，你看到每一个人都可以那个跟他说马卡巴海，马卡巴海，哎，马卡巴海，他的一整天的心情就会很非常开心，这是赞美词，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有一个欢迎的动作，对不对？好，叫做马卡巴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一二三。我在台东马卡巴海，赞啊耶！哦，真的好厉害哦！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原乡部落开始比较不一样了，而且开始用不同的眉目，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新的气息跟活力。透过青山公主的这个亲切表达和勇士的这种热情介绍之后，我们就开始景点开始变得很有生力哦，而且很有活力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还有产业的部分到底长什么样子呢？赶快我们一起带大家来看一下。现在阿洛呢要带所有观众朋友感觉一下我们的青山公主，我们要介绍一下部落的产业咯。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野姜花，野姜花公主来介绍一下。我这样想，野姜花是不是真的就是满山遍野都是花的那种景色？是，如果就是有机会的话，真的到东园村走一趟的话，你会看到就是传说中的花海，花海茫茫的一面。对，就是不用去普罗旺斯，也不用去法国，干嘛来我们那个牡丹乡，一整片都是花海，天然遨游。哎，像全部出现的那个野姜花，是不是真的是芳香到不行？是的，就是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进来就是有芬芳的味道？观众没有办法发现，我先发现一下，在这边就是有。那这个香味就是你们有后来有把它提炼成一些产品，对不对？是，有有。是，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就在这边各位所看到的东西，哇，而且包装都好漂亮哦。没错，就是这个是什么？哦，这是我们的温泉皂，手工皂。手工皂。然后呢，就是这个手工皂啊，它本身呢也是有萃取我们野姜花，就是有用我们野姜花的那个元素加进去里面，然后制作成的温泉皂。它是用最自然，然后最纯正的植物，然后提炼起来弄的，所以现在就是天然的东西，很健康，就是健康的东西。对对对，而且大家注意看这个礼盒的包装非常有特色，因为它利用了这个就是我们族人的那种桃壶的一个装饰，有没有？是，你看是不是很有特色？上面有白布色，而且其实香皂变成一个精致的礼盒，有没有？很厉害这个部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嘉德谷香草那个植物园，香草植物园。哦，这个植物园很有名的呢。是的，它也是就是我们乡其实就是近几年都在推广，就是都在推广就是比较纯正，然后比较天然，不伤害，就是以不伤害身体跟肌肤，也是因为就是环、哦、也是环保，从香草园当中提炼出一些最天然萃取的东西，然后制作成香精油、防蚊的这个精油，对不对？这个是今年我今天看到真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精致礼盒，仿佛是高级的百货公司的名牌耶。没有错，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年也将2012年也将花季哦，即将要来喽，大家要注意哦，想要得到这个精美的礼盒，那就要锁定我们野姜花的动态新闻。哦，这个是今年限量的，对不对？对，这是我们今年推的那个什么伴手礼。哎，我们真的不能小看部落的里面的精品，你们大家看一下，原来如此的美丽，好棒啊！好棒哦！你看这个是什么香精？这是香水啊，这是香水哦。对，这是香精。哎，怎么那么优秀？好像名牌的，你看。对，很有微博吹的感觉。对，这是你知道都市名牌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一组得到在要到部落才可以有拿得到。没错，就是要参与我们的一系列的活动。那我们就是还有。这是我们的那个高氏社区 Goose Goose， 就是他们发展出来的新工业，就是像我们看阿洛姐姐手上，
请秀一下，就是 Goose Goose Cartier， 有没有？就是部落时尚品，而且大家有注意看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部落的手工的，没错。你看，就是感觉像铜制的，而且非常漂亮，其实已经到达精致到一个程度了耶，有没有？对，就是这些都是我们高市社区的那个他们的新工业，就是我们最近发展出来的。阿洛手上也有这个牡丹香的这个纪念明信片，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几张你看非常的漂亮。阿洛姐姐，我要说，对，这个是我们游客他们来玩的时候对然后拍摄的，哇，我们把它制作成明信片。大家看这个地点叫哪里呢？这个地方的话是在，其实都是在我们东园旭海那一带，就是往海边的地方。大家看，对，每一张都非常的漂亮。哇，你看这些，有没有好像是马尔蒂夫吧？这个地方在哪？就是度假胜地。度假胜地，你看，这就在台湾呢。原乡部落就如此美丽，有没有？你看这些游客来拍就可以拍得很漂亮。对，紧接着我们带大家进入了春日乡，两个太阳的春日乡有什么样的好呢？春日乡山芋公主，对不对？对，山芋其实是一个好吃的东西。没错，而且山芋对身体健康非常好，像我们的山芋，像刚刚阿露姐姐有之前她在节目上有问我，她说我们跟蓝芋的有什么不一样？对，因为我常常看到蓝芋的芋头。对，你看我告诉你们就是不一样。像我们的芋头呢，就是是我们那个农业改良场去我们市文采集它的籽芋，然后把它的籽芋拿去改良场改良，然后就再拿去市文重新种之后，就变成高雄二号。那它比平常的槟榔新芋还要早80天，所以叫做80日早，这是它的第二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做高雄二号。那么呢，它吃起来的味道是比较绵绵，然后松松的，像是大家比较常吃到的，就是比如说用那个有没有大同电锅煮40分钟就可以拿来沾酱油吃了。嗯，对对对，我们就喜欢这样吃。对，就我们就是吃原味的，是原味健康的。我们是走健康路线。那么因为现在呢不是我们的盛产期，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在地产业。那今天我们拿出了我们的杀手锏。杀手锏是什么呢？介绍一下。小米酒一定要喝啦，告诉你们哦，大家每个地方都有小米酒，对不对？很好。那么我们的小米酒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晒的太阳比较多，对不对？阿露姐姐，对，因为两个太阳春日，我们两个太阳，对，所以我们的小米就会比较甜。真的假的？太阳比较多的小米会比较甜？对，很甜，所以我们小米酒真的很甜。虽然甜甜的，不要喝太多。甜甜的小米酒，对，不要喝太多，要不然你真的会忘记回家。对，我们春日乡呢，欢迎大家呢能够来观光。对，因为我们刚有听到，就是山芋的姑娘有讲到，就是其实这个部落有非常多吃喝玩乐，就是样样都有。对，而且是整个套装行程都有，很完整。对，这是原乡开始有新的发展。我们待会还会听到青善公主们还有勇士们来跟我们分享更多，这个部落里面到底发生了，有更多的这个新的产业准备要出现了。我们待会回来，现在继续我们的八点怎么能够。
到八点，准没错。八点呢很特别，因为我们请到了部落的亲善大使，就是公主姑娘勇士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他们透过他们成为代言人，推动部落的产业。我们现在来到台东一趟，到马卡巴海的每年，对不对？马卡巴海到今年有几年了？玉慧，十五年了。那今年的马卡巴海就是跟以往有什么样不同，或是你可不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今年的7月21号到28号有马卡巴海的活动，系列活动，在每个晚上都有每个族群的晚会表演，还有采街的活动。采街啊，对，好热闹哦！就是采街，就是有各个就是看台东市区的人，或者同学生都可以去采街，对不对？就有台北来的朋友，还有台北来的柏流的一些就是团队来一起跟我们一起参加这采街的活动。是，对。那除了采街之外，我们有吃的东西可以看吗？或者有什么手工艺品可以看得到吗？吃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最有名的是自家嘛 ，Sekia， 嗯，还有麻吉，嗯。产业的话，就最有名就是池上米，对，就台东的东西，对对。那通常在活动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看得到这些东西呢？晚会在进行的时候，在附近也会有很多周边商品，周边的商品都会出现，摆设摆摊，对啊，很多那种手工艺品啊，或者是美食石板烤肉，对，就像园游会的形式都会在旁边。对，好，请问你们在什么样的机会参加这次的，像当年的那个野江花或者是三玉公主？先从野江花好了，你当年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参加？当年吗？我先翻一下我的那个，我回想一下我的脑海。当年我也是，我们那个时候选的时候其实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是因为是野江花季的活动，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亲善大使的部分是包含在我们野江花季里面的其中一个活动。嗯，然后因此就非常就是对啊，就很侥幸。是家人叫你去选，还是你自己报名？我们事情是这样子的，是村长的电话，就是我们又很有趣哦。我们有六个村，我们牡丹乡有六个村，然后对他就。就说六个村里面啊，要选出两个小姐，一定要小姐哦，哈。对，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也有听说也有男孩，可是就没有。我们后来就还是就是规定说是要女生，然后、女生比较有亲切感，对。然后那个不好意思啊，勇士。然后那个，所以我们是每个村就是派出了两位，对。然后我们从村里面，然后在野江花季那个晚会的时候，就再一次选出。所以你是自己报名的吗？我不是，我是村长推出来的吗？对，是应该是村长也不好意思抗旨。哦，村长直接指定，哎，那个那一家的，我知道你这个小姐不错，你要出来选。想说差不多也长到这个岁数了，也该奉献一下村庄。啊，所以你那时候并没有排斥，对不对？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就是也觉得说也应该我可以帮助部落，我可以协助部落，而且可以了解部落，其实是一种参与部落事务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好，那个就是三玉公主是第一届。当选的时候是第一届，没错。哎呦，那时候情况是怎么样参加的？就是也是被那个村长抓去的。然后本来就还好，就是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参加，就是部落里面的事务，所以就觉得还没有什么抗拒，而且就觉得很像是一个很新鲜啊，年轻嘛，你年轻，在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对大家好的事情，那有什么不好的？对啊，有什么不好？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好事。对，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快速，而且你很真实的进入部落的事物，对，而且你进入这个事物当中，你才会有感觉到哦，原来现在部落需要这些事情，正在努力推动这些事情。勇士呢，当初是你是对那个勇士这个形象全，你就觉得说我要成为一个勇士，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答应，或是你自己主动去选的吗？是一种不想辜负自己的血统。那我不是特别会跳舞，我也不是特别会唱歌，那我也没有很特别像那种有钱人，我不是那种有钱人，那我觉得能为原住民族付出，可能参选，等我来参选这个东西也会有自己的一片天，这样。对，你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来表现自己，认同自己
原住民身份的一种表现的机会，对不对？但是我想要问一下玉慧，就是说你自己是一个国小老师，对不对？对。那但是你自己就是好好当一个国小老师，那你要去选一个青善选拔，会不会对你来说有一点点抗拒，或是家人当初有没有反对？就是在选这个之前，就是还不是国小老师，就是大学毕业回去会参加活动，是因为爸妈的支持，因为朋友都在又读台北嘛，然后朋友都在外面，然后回到家乡朋友都没有，想说去，妈妈叫我去参加活动，是因为去跟人家互动，有互动，毕竟你的工作上面要跟大家一起互动，所以你要多认识一些台东的朋友，对。啊，今天呢，阿洛姐姐呢要透过一个小小的机智问答来考我们今天所有的青善公主大使们，对不对？还有勇士们，这个考题呢就叫八点选拔机智问答开始。首先我要先推出勇士，请出列。来来来来来，勇士来来来，就是你知道快速机智问答。首先第一题是，如果有应酬的时候，有人拿酒给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像我们青善大使，一定常常会遇到那种，长官席，对，长官席次。那如果有人应酬，硬要拿酒，硬要让你喝，硬要敬酒，我演给你那个画面，那个长官就会这样。啊，勇士是不是啊？你要喝，首先你先喝三瓶，我再跟你讲话。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是勇士的身份，反而就会被很多，你知道，有些人就会这样子 cue 你，一直要喝。就是有两种做法啦。对。啊，一种做法就是，好，敢喝，但是就拼了吗？就拼了吗？就是拼了。哎呦，就是一定拼下去。就拼下去，勇士就是。你一定要保持着一种意识在。哦，就绝对不能倒。那有一种就是另外一种的方法，就是婉转。对，婉转的做拒绝。哦，可是会不会要怎么拒绝呢？比如说、啊、勇士，那我可以说，哦，不好意思，那个我们还有另外两三个勇士在，啊，没有音乐了，我们每次出来都差不多有三男三女，要都会一起出来这样子。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担这样。哦，大家可以喝，但是就是分摊一点点，但是你要尽量保持你们的仪态跟这个完整，对不对？对，是这样子，一定要态度都要非常的好，不能失控。尽管那个血压已经在这里了。但是还是可以喝一点，但是尽量能够推或是分摊一下。好，这个是非常委婉，很怕得罪长辈，有没有？危险。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勇士的回答。我们现在推出野江花公主，请问，如果今天总统来访牡丹乡部落的时候，你要如何就快速的在一分钟、两分钟当中介绍一下，就是自己的部落呢？如果总统来访的话嘛，对，那如果他是现在这个时候来访的话，我会说总统先生，您来的真的是正是时候，这么巧，没错，因为刚刚好我们7月28号、29号、8月4号、5号有野江花季，那您刚刚好来的时候，我们刚好就是这么刚好我们也有套装行程，这么刚好，总统先生所以来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担心，对，然后就是我会变相性的有请总统先生帮我们做个小行销这样子。哦，比如说做个什么样的小行销？可能会先我们当然会跟我们邻近的那个青善大使他们的小米酒先给总统，先来总统先斟酒，先让他有点醉意，先请镇，对，因为毕竟那个很甜，有点微醺，他很容易微醺，对，先让总统有点微醺之后，对，可能就是会也是会很用那个我们的套装行程，然后就是让总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后花园的那个威力。哦，就是最开始慢慢先以礼相待，然后介绍一下，然后先从产业的饮就是小米酒之后来介绍一下部落的产业，对，放松心情。对，我们也是吃喝食衣住行部分全部对，也会请他来帮忙协助做一小小的行销。对，好聪明的大使哦。谢谢。好，谢谢山芋姑娘推出。好吧，我们现在就是快速来让你回答。好，如果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旅行社，那我就是来跟你接洽，我就说我想要去你们那边安排就是2天1夜的行程，那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我听听看有没有什么套装的行程。好，那么如果你想去山上吗？
想啊想啊。好，那么我就先介绍你，你早上呢先可以去我们的我们的那个溪丽丽溪去游泳。哦，先去游泳。先去游泳，游泳完之后呢，旁边有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哎，你就可以吃你的中餐，对不对？吃完中餐之后呢，你就可以往山上去，我们的老七家石板屋部落，我刚才有介绍。对对对，你就在那边。就是古迹古迹的。对，然后你还可以去闻它的芬多精，在下面。没有什么光害，你可以晚上在那边看星星，然后已经到了晚上看星星，可以晚上看星星，然后吃饭什么都可以在上面，你可以进行烤肉啊，什么都可以。对，然后呢？对，还有呢？还有我们，你一天行程完在那边睡觉，对不对？对。好，你下来了，下来之后你可以这样玩下去，你还可以去，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一些步道啊，我们有那个丽里山的步道，你可以走，还是可以去走散步，漫步，对，去散步，然后再去，也是去我们那边在地的地方呢，可以去吃我们那个山芋大餐，对，太棒了，山芋大餐，对，山芋大餐又吃了又健康，对，没错，对，又在那个时候的季节，对不对？对，刚刚好就是这个时候，两天一夜，所以有吃有喝有玩有住，有，一定有。住的地方也很舒适，没错，就是它是没有灯而已，可是有水，那地方一定都有供电这样子，只是没有灯。没有灯还是可以住哈，还是可以住啊，一定可以。以前的老人家怎么住，我们就怎么住啊。是好有特色。可是我想说，到那个地方应该要感受这个环境啊，对不对？对，而且你在那里面可以看到星星，就是你躺在那边可以跟星星非常近，很近。哎呦，太棒！那时候就不要灯了，灯已经没有意义了。对，不要灯。对，太棒了，就是不错哎，掌声山芋姑娘。谢谢。其实到部落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出现，那就透过他们大家的讲解，会有更有亲切感。待会还会有什么样的有趣的这个项目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再回来。今天精彩的八点怎么能够？没有爸妈陪的夏天，你想怎么玩？给你一个地址，一点点的旅费，加上未知的任务，你敢挑战吗？好玩又刺激的暑假就这样玩又来喽！跟着我们一起当少年背包客，过个不一样的暑假吧！现在马上到原始网站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好礼，还可以抽台北马公来回机票哦！想知道更多讯息，赶快上原始网站查询。原始纪录片公开征案，只要您记录当代原住民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人文艺术或教育议题都可以，即日起到101年10月26日截止，详文请上原视网站查询或来电02-2630-1983。安爱嘿呦啊！在此祝福我们原住民族电视台生日快乐。因为我们请到了青善大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他们推动的产业是什么呢？那我们刚才听到他们的一些选拔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有趣的历程，但我还是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通常青善大使都有才艺，对不对？首先，但是我要问一下，就是蝶江花公主，你本身的才华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就是你会弹琴这件事情吗？还是这次为了选拔才去练的？弹琴的，其实我在那时候表演的时候，并不是表演弹琴呢，是因为可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道具背去那个比赛的地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表演的时候是唱我们的林班歌曲。林班歌曲得到很大的回响吗？或是评审有什么样给你的那个？对，我自己认为就是那个时候是其实。也就是当下也不觉得说，那个林班歌曲会造成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的歌喉可能会觉得还不是大家好像都挺会唱的，然后可是发现原来是歌词的意境带动了台下老人家，他们就引起共鸣。可是你今天为什么上我们节目要来带的是我们钢琴的演出呢？就是因为我钢琴的部分的话，是我一直以来觉得都可以带着走的才艺，然后我其实从小就学琴了，所以觉得也很想要分享，就是我的才艺让大家可以欣赏。对，
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吉江花公主呢，她其实除了这在选拔过程当中她自己也丰厚的一个才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她要带给大家她的钢琴的演出，一起来欣赏。气质呢？哇，就是这个学琴真的是学了很多年的，对不对？对，对，我们看到了是野江花公主这个另外一番就是很有气质的才华。山玉公主是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歌唱，所以唱歌是你那时候的这个选拔的强项吗？才艺？算是，对啊，就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对，然后也很喜欢就是教，因为以前我们会在教会教小朋友唱歌啊，唱唱跳跳，也会跟那个部落的人一起唱唱跳跳这样，然后就让这个变成我就是在台上让我自己有自信的方法这样。而且声音真的唱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你自己在私底下练习的时候，有看到听到你讲那个唱那个转音有没有？其实很厉害的，这个是我们的古调里面当中有很多的转音，对不对？谢谢。这也是跟老人家学的吗？跟长辈学的？对，跟我妈妈学的。跟妈妈学的。其实我们今天山玉公主有一个甜美的笑容，亲切的这个问候之外，她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好歌喉，我们一起来听她唱这首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歌谣的古调，一起来欣赏。Yeah.
会唱，唱的好好听哦。谢谢。对，就是我觉得我在想那天那个评审听到你唱歌，应该就喜欢你了吧？可能有要电话啊。其实要问一下玉慧哦，玉慧本身呢，就是其实，在那时候，其实马卡巴哈只是一时的选，对不对？或是一年的当中的责任。可是你平常那时候，你平常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那个才华呢？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兴趣？就是我的专长是跆拳道。你是跆拳道啊？哎呦，你是国手吗？对，之前是国手哦。嗯，大学的时候。选拔的时候，你的才华是表演跆拳道吗？对，真的用我专长来表现。真的，所以评审给你什么样的评鉴？就觉得，因为很怕被打嘛，他们没有一开始就选拔的时候，大家都是用跳舞或唱歌或者不同的才，然后突然因为那时候我参赛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号，对，然后出来他们说，哎，怎么一个人穿个白色衣服走出来？然后一看懂是一个黑带，很帅气，这样子。对对，马上站备战状态这样子，对，然后就是用击破跟我们的击破木板，很少人选美用击破的，就穿道服击破木板，然后击破木板，对，我觉得评审是怕到了，他们有摆他们在前面，然后椅子有点往后，椅子有点往后，吓到，知道他们不选你，他们有点紧张，我们还是让他当选，我们怕被打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应该讲说你的初期自身是因为你做了不一样的表演，对对对，跟人家不一样，跟人家真的很不一样。对，那勇士做了什么样的表演的那时候才艺？才艺表演也只是没有，你只要讲你的项目是什么？那时候比什么？你是唱歌？对，哦，本身很爱唱歌。那我选了一首很活泼、很幽默，对，然后很好去做梗的一首歌。哎呦，是什么？要想知道吗？也不太想。好了，是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其实就是金曲乐团 Mazka 的《一朵花》这首歌。好，两句就好，两句。远看是一朵花，我竟然还有为我的猫。如果现在我身上有一把 AK， 我真的很想送你回老家。好，掌声鼓励。很好。其实你有一个阳光般的笑容，对，而且有亲切的那种，真的有好歌喉，我觉得这个就是才华就会，你知道，打败很多，对，加分。然后呢，我们今天要透过一点时间来看他们两个合体之后呢，有一首代言歌曲，对不对？因为马卡巴哈其实也有一个我们的好朋友莫言也有写了一首歌是马卡巴哈，所以你们也跳了这个，你知道台东已经是台东的县舞市舞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几乎会唱这首歌，就是代言那个活动的一对那个舞蹈。这首歌真的很红啊，而且这个舞蹈大家都要会跳了，对不对？一定要啊，来台东一定要会。来台东一定要会，来台东一定要会这首歌，也是马卡巴哈活动的这个代言歌曲。我们一起请这个勇士跟公主一起来带给大家这个青善的舞蹈，一起来看一下。节奏一起来跳，马卡巴嗨哟，马卡巴嗨，跟着我跳，跟着我唱，马卡巴嗨，马卡巴嗨哟，马卡巴嗨，跟着我跳，跟着我唱，马卡巴嗨，将你的双手举起来，左脚在前面，屁股扭一扭，将你的身体。跳起来，大家跟着我唱，马卡巴嗨！眼睛瞪得好大。
锅盖，你看来喷试一下看看。几丈青，几丈青。裤子脱掉就没关系，这一集就靠你了。那你可以那个下劈腿吗？我来，换你。来，来，几丈青，几丈青，几丈。裤子还好吗？我看一下。兄弟，我呢？拜访两个部落，是大社部落。讲到大社部落，哇，开玩笑，它可是艺术大师的摇篮啊。第二个呢是太武部落，他们的太武虎摇传唱队相当有名，还拿到了金曲奖。哇，每周五晚上10点，王洪恩的部落风带你放轻松，呼呼呼。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好看到才艺完了，也看到大家的对于这个选拔的时候的想法。其实现在就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哎，现在在当青山大使工作的时候，曾经有遇过什么样令你的深刻的事情？我们先从勇士好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今年我们到大陆辽宁省的大连市。哦，对，是一个出国的经验，是一个交流的机会，对不对？对，到那边做参访，安娜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很大型的一个活动。嗯，啊，除了我们，也有来自日本、韩国，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哇，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很多少数民族的一些就是朋友们，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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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朋友们。嗯，那我们一起在活动当中，互相做交流。除此之外呢，有没有人曾经遇过一些比较有趣的，或是令人深刻的一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先从那个三玉公主好了。就是之前我们有去参加过外面的一些，就是也是宣传的活动。对。然后就是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要很亲切，就是我们一个山芋姑娘负责一个人。对。对。然后我们就负责，刚好我负责到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一个老妇人，她是对台湾的很多文化都不了解。然后我就一直这样跟她讲，她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就是她每回答我就闭。就是他有答必应，对，有答必应，非常亲切可人。对，可是他讲完，他就只有跟我照完相就走了。然后过很久以后，我就接到电话，他就说他是之前有来给我，就是被你接待的，被我接待的人。他就说，我觉得我很喜欢你的态度，那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的侄儿或是我的儿子之类的吗？然后我就吓到，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就好了，没关系。也是外国人是不是？可能 A B C， 可能是 A B C， 太棒！所以这也是算一个你知道肯定对你的肯定，对，因为代表说你非常的亲切，而且他对你印象深刻，即使那么久了之后，他还是记得你。对对，哇，这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公主呢？公主有没有？就是比较深刻，就是那天我们这一届的比赛那天就是母亲节。哇，刚刚好就是母亲节。对，然后刚好就是拿了这个就是第一名，然后而且现场妈妈也在吗？妈妈也在。哦，对啊，就很感动，两个就痛哭，也到痛哭的地步。因为毕竟就是妈妈曾坚持这个活动，就是把我留住。对对，劝好不容易劝服你，就是去参加。对啊，就很开心。他收这礼物也蛮开心的。对啊，所以妈妈看到你当选马卡巴哈，就是她也觉得很有荣幸，对不对？自己的女儿可以就跟那些原住民妈妈讲说，哦，女儿怎样怎样怎样，他们就反正就我们以她为荣，她感觉就是很开心。我让你有点机会来跟妈妈讲话，来你看一下那个，跟妈妈讲一下，谢谢妈妈一下，跟爸爸。妈妈谢谢你辛苦啦，虽然想哭。对，虽然只要我们只要讲到爸爸妈妈，大家都会想哭。还是要谢谢妈妈一下，对不对？就是辛苦了，对，开始要哭了。好，就是爸爸妈妈给你鼓励嘛，所以你会觉得非常好。你也希望你的荣耀可以跟爸爸妈妈分享，对你做得很好，这是妈妈的骄傲。好，那这个呢，湘君。
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就是那时候我们选完之后的下一周，因为我们就一系列的活动，然后每周末都有，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还是会到场，然后也是会去就要接待或帮忙，就是然后我就有一群小朋友，他们就是就很远很远的距离，然后就跑过来就说，你就是那个野江花，因为我们都说是野江花之心，你就是野江花之心的姐姐，我以后也要跟你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点小感动，就会觉得说那个小女孩，他们就是我就是小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小女孩，会很崇拜很漂亮，然后可能就是可以在台上说点自己的什么分享分享，然后表演的大姐姐，然后就是知道自己长大了，然后也可以就是看到小朋友也因为这样的投以那个崇拜的眼光对你，然后会觉得也会就是激励自己，然后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故事，然后小插曲。对，因为他给你正面的鼓励了。对对对对。对，你就觉得说，有时候当一个青山大使，有时候可能他只有一年的时间，有可能他只有短短，有时候可能不会被记忆，可是被人家尊重的，被人家记忆起来，就是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其实我觉得你们能够为部落做一些事情，我都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那也让家人都很高兴，这样看到你们这样。哎，如果不做青山大使的话，你们如果卸任之后，你们会想要做什么？啊，勇士，你会想要做什么？卸任之后，对呀，啊，我觉得我还是秉持着一个对原住民文化的热忱，这很喜欢。对， 对， 对，继续不管是我会一点雕刻，我就做雕刻；我会唱歌，我继续唱原住民的歌。我觉得以后如果老了已经没办法当那种代言人，我可能会继续做原住民文化的事业。太好了，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你呢，玉慧？因为现在原住民文化慢慢剥落嘛，对。然后我不会放弃，我会让就不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人去更深入去了解，不要让这个古迹或文化慢慢流失掉。嗯，对。而且玉慧本身是老师，对不对？国小老师。其实你，而且你又在很多就是我们族人小朋友都在的小学，对不对？其实你可以影响很多我们的孩子，对不对？甚至未来可以更影响更多。你看小朋友从那么小都要开始被你影响，对，我们相信你会是一个好老师，对不对？如果卸任之后，它可以影响更多的层面。那你呢？就是善玉公主呢？还是一样吧，还是会想要做就是关于原住民的就是文化的东西，或是就是自己现在也是实习老师，跟那个向君一样这样。然后也希望就是因为像我们是在都市区的，然后都市区的我们会希望我们可以让都市区的小朋友知道说有原住民，因为有时候都市小朋友，我之前听过一个很好笑的小朋友问我说，老师你们原住民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吗？他说你的鞋子，我自己买的鞋子，他说我自己做的。然后我就说没有，然后就会想要导正他们一些观念这样子，然后也顺便推销一下。对，想要当什么，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就是就算不是青山大使，卸任之后我觉得我的脸就是一个标志，就是原住民。对呀，那所以就是标准的。然后我就是会，对啊，就当然大家一定都会问起你，然后我会觉得当然就是会非常引以为荣，还是会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有机会可以遇到外国朋友或者是到国外去的话，我觉得都是。他刚刚梦玲有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处的环境啊，是很多就是我们莘莘学子的地方，所以就是其实也都是这样潜移默化让他们可以知道，就是对啊，老师是原住民，那我们大家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族群，那他们都可以知道我们，然后就是可以这样子，就是可以这样更认识。对，接下来呢，阿洛姐姐要让这些公主选拔完的有还勇士呢，来做一点点自己这个部落的，可以我们这个活动的工商时间的产业。我们四位都出列好了，好，我们四位都出列了，来来来。首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推派出来哈，一个一个来工商时间开始哈。来，我们先推出一下湘君来，湘君来这边。湘君，你首先呢，我们要给你一点点时间来做最后的那个一分钟，来推给所有的族人朋友们认识一下野江花的牡丹部落哈，牡丹乡野江花季，还有怎么样来推销，一分钟时间哦，对不对？我们族人就靠你了哈，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来给你做一个推销自己，好，我们来工商时间，牡丹乡开始。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如我们的七八月是我们的野江花季盛产的时候，如果你想要看野江花海的话，那就是不要怀疑，你的选择就是我们恒春半岛的后花园牡丹乡。那你不用到国外去就可以感受到芬多精，然后可以就是闻到花海，采我们的野江花，吃我们的风味餐，然后还可以带我们的那个一系列的那个文创商品。然后就是除了这样子之外呢，你还可以就是在闲暇之余呀，就是比如说在工作忙碌之后，可以就是感受慢生活。慢生活没错，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在7月28号、29号、8月4号、5号的时候呢，欢迎莅临牡丹乡，牡丹乡野江花之星欢迎你。耶、yeah, 真的很棒哎，整个就是一个亲切可人，欢迎你，有没有，是不是很可爱的公主呢？紧接着呢，我们来欢迎是山芋公主，来来来。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山芋小天使。炎炎夏日不知道要去哪里，对不对？好，看过来看过来，我带你们到春日乡走一遭哦。食衣住行全部都没有缺，我们吃的食呢，我们有我们的山芋风味餐，然后住呢，我们有老七家石板屋，然后行呢，我们有很多可以玩乐的地方，像进水营古道，还有以及我们沿路上的所有的景点，你都可以来玩哦。而且来到春日乡呢，你花小小的钱就大大的享受。重点是呢，我们七月八月呢有我们的山芋的文化季，还是一样是要选拔我们的第二届的山芋姑娘。那希望大家呢有空的时候可以来一下，然后也能够来看一下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春日乡欢迎你们哦！耶！哇，好热闹的一个乡，有没有？台东市马卡巴海国际观光活动时间呢？是7月21号到28号，一定要来哦。那在每天都有各族群不同的属于各族群的节目，然后邀请到的表演团队有来自国外、日本、韩国以及柏流，还有最知名的团队就是 Matsuka， 还有王洪恩，柏流的一些朋友都会一起来。最后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做马卡巴海的手势，一二三，我在台东马卡巴海，耶、yeah ！加油哈，我们的族人朋友们，也谢谢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谢谢大家的收看，八点怎么能够下次见？我是主持人阿洛，祝大家晚安。原住民族电视台真案活动又来喽！只要您对原住民族社会够了解，想要记录原住民族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就可以参加这次的真案活动。即日起到9月28号截止，真案详细资格请上原视网站或洽询02-2631-8100-1983。Samaan ko tirang iso. Ising vaki halafin to ko adada ako tulo to alipay ko waha ako masamanay hakia. Aka kararo nung nangay ho numak iso kagufo palangan ho. Hi. Lahok umi tenga ay ko hakikak a adada iso. Aka to katalaw duluan ko swar hato kakumando sa payo umama alah to umi lenga ay ko nini saka o kakinsaan ko mingata ay i cilahokan umingata ay tuci hakikakay zabuway a masenga sakang umamikinsa cinglang yoma faha hau i
hakalong saan ko faiking a masadak na inga pa ngusot to mafer i fali-falian. Matamaha ising? Hayata, naayin ko pinangan puutan ko nga pa ngusot to faha. Ano rari saan ko faha? Tarohin at ala pa ising. Yo, mahasob ko faiking a fali. Ni bawawa i fala. Misenga saka ka inga ayai ko kacifali an hatu malikatai ta maluan ko asasa wawa mafana tu kamu umatalawai tu cilar ko faiking kia hai umaula hai tu tok manai a maurib ko faiking ularuma no fala no tamzau ukaula han no faiking a maurib saka ifala a maurib ko faiking. Kabuto, una fala no tamlaw, mata tulong ko arafaf, uruma to no mita kuni. Ano malatafay i maalafay aroma, matalif ko faru atuki hawi. Ano matalif ko spat apor ano tuki. Kahalafin umama senga kira. Hacu. Wah, kata lawan. Ising, ising. Nau iro imati ni a kapanaan ko kasi adada ni lahok. Away ko pinang no kasi haikikak to ayaw. Umama senga kita hau. Masamaan i mati ni. Maan hantu numita. Panayaw, aka tukaraw-raw. Saya ko mamadenga ko bitofingay atamdao. Ano tangtek ko tirong iso, saya ko mamafiro no faiking kiso. Ano talangca kiso, saluay a michumol ko adada. Saka mapolong kita a michosa tangay ko orib. Wawa mapolong, mapanak ka mohaw, mi padang ko sevo to. Paralilay ami kapoto adalay a mikinsa tutirang. I? Maanhan nita. Pasifanaan ni fakikamu. Papanan sa. Ano ira ko sa patire patiril to sapi paisingaw na ay at sa ay paatsa ko paisingay. Matama ay singhaw kumisualan ako. Wah, moto mafanaay to kiso. Kangulwan sa. Singsi avaki umaan kuya tos hananay. Ah, umipat lang ay to aromanay to siatata ay kunini. Iraho kuruma-ruma a pinangano. Otsuren no sevo ko situlungay a patera to sa payo iruma. Hato mi paayaw a kumando sa payo. Ung ayay to sapiata to hakika kunini. Wah, saka irako mamipadang hato basi ayaw to hakika ka adada ako. Watah tata nga ayatsa, mangalay kako a maadah ikur hawi u mamipadang kako to adada ay. Malzas uya mipadang ay kuk mamipadang.